拿起来，站稳了，狠狠的疼。 这么帮打这么多下呀，你人还怪好着撸？我们准备好了，他们会来的，他们躲起来。拙劣吧，这也太拙劣了。坚守自己的土地，在他们的地盘猎杀。 有点不太得劲啊！机器人在睡觉，机器人睡着了。这身皮肤活在我身上，与我一起狩猎。好吧。 真在睡觉，机器人，绝对在睡觉，有点顶级啊，玩的。 我只能说这勾很难讲，是不是还没勾到过人啊？他刚刚好像还没出勾，是吧？ 问题不大，小问题好吧，那有用的，这波还是有点用的。但谁能帮他们解决心底的呢？ 有个这个小兵格格不入啊！这就是我的意义，学着点。哎，升级了。 我只能说有点震惊。不是哥，你这钩子什么情况啊？ 咱能不能勾中一次啊？就一次。
就这波，好吧，看来还是有点困难。好，他悟了，他终于知道要怎么操作了，悟了，冲上去一锤就行了。 哥们，这线怎么没 Q 的？今天是狩猎的好日子。牛逼！绝对的顶级。我只能说好活打赏。 来自生存的渴望，好活，绝对是好活。绝不退缩。 OK， 硬伤害够的，没问题，绝对没问题。我回来是为了那些回不来的人。 第二身皮肤，我不会把它当成理所当然。冲 ！OK， 打到回复。我回来了。太拙劣了呀，这。 对面 Nico 我也看不懂。说实话，对面 Nico 也看不懂。不是，怎么这么菜吗？真的假的？这两边辅助都让我一种看不懂的感觉。
还是说韩服几天打多了，没道理。我感觉应该这把不太正常。我就卡萨狗的伤害超模，这就是卡萨狗。这身皮肤的狩猎风格是我的风格。哎，我那台 A 出来的为什么没死啊？好像玩卡莎比较赢的比较简单一点，会很轻松的。说这把玩 EZ 搭配这个机器人，感觉没道理啊，玩的更难受。我是为了狩猎而来。其实本来对线玩的挺难受的，这哥们好像没 Q 啊。这个地方很美，我必须出手拯救。回复。要么打，要么跑。哈哈，有没有可能这些好我也这么觉得OK， 这就赢了一把。